安安，各位，我现在要来开箱这一个漂亮的喜饼。虽然是一个素未谋面、没有见过的妹子要结婚了，不过真的很感谢有这个喜饼可以吃，也祝福子萱跟静红能够百年好合。所以我就简单做了一支祝福两位的影片。原本这个喜饼呢、是我们传说对决金戈铁花见面会的时候大家要一起庆祝一起吃的，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没办法跟大家见面了，所以只好由我这个队长负责把这个喜饼吃下去啦。希望疫情赶快过去，大家也努力的撑着，不要乱出门，记得戴口罩，然后看完影片记得分享、按赞、订阅，开不开小铃铛都可以啦。最重要的是要帮我留言，祝福子萱跟静红可以天天开心、幸福、快乐、美满。